东西都做好，斧头、铁斧其实就很够了。OK，看一下，确认我的物资，确认物资应该是够了。一二三，3亩方块不知道还够不够。想多换一点啊，铁桩，铁桩，我差点忘了铁桩。我的铁桩，对哦，大家要那个哦，铁桩自己准备哦。我们这一队好像比较没有统一的样子，我不确定啊。刚看好像没有统一的，然后这边有烧8个金，有人有苹果就可以做金苹果了。哎，什么？应该用木头跟我换食物。食物，我的只够我自己吃啊！你在想什么？自己的食物自己换，还想吃别人的食物嘞？想太多喽，不留给队友喽。我的食物就是我的食物。木头真的好少哦，木头，橡木的木头其实很重要啊，因为它可以用很多的药水。我多一把弓哎，送你们。人在那边就是送了。上去的路有问题啊！来哦来哦，剩3分钟喽。哎咻！我们这边盖高高。哎呦呦呦，黑曜石，nice nice nice！上面的你有那个吗？岩浆桶吗？笑笑你有吗？我有岩浆桶，我有没有给你？用给你倒，给你倒。感谢订阅，感谢订阅。你不会学啊？可以啦，可以啦。给你2桶好不好？2桶。就让它扩散的下来就可以交给你了，交给你了。我这边有大事要做啊，大事。核心在这里，所以我要从这里盖高高出去。你看我在吃牛排，好吃哦。大事要做，大事要做。这高度应该也许就可以了。哎呦，差点掉下去！哎，下面不要打我方块哦，真的哦，不要打哦，我这边在做大事哦，不得了，大事哦，别弄我。哎咻，感觉不太行啊！有有有，可以可以可以！哎咻，拿一些石头来垫好了，方块太少。快开始喽，大家！哎咻，一、二、三。哇，好像没办法最美观啊！啊，有有有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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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头要丑一点，头我知道的，这个兼具美观效果。一咻，一咻，这要打掉，来来来，我的豪华，豪华战机要出来了。行行行，绝对没问题，难不倒我。怎么怪怪的？应该没事吧？不要动哦，不要动哦。怎么跟平常感觉好像不太一样？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。到了，到了，这里应该还要用一个那个啦，史莱姆的，放石头不知道可不可以？不行，我这个一定要收一下，我怕会出事，我怕会出事。哎咻，我们少了，折了1亿，好不好？折了1亿，没关系，这样应该可以了。走，哎，没有，哎，哎。
啊，没有，做错做错啊！我难怪我觉得怪怪的，难怪我觉得怪怪。我想到了，不是太紧张，太紧张了。听我说，太紧张了。等一下，来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真的，可以，做错而已，做错而已。没有，我先吓吓他们，先吓吓他们。哎，结果，先吓吓他们而已。哎，可是已经有点坏掉了，已经坏掉了。没坏，没有坏。你听我说。刚刚因为这个，哎，好，可以了，我出了哦，大家明天上，拜拜。有，豪华战机，苏等，呜呼，我们前面还放什么黄金针，哇呼，巧克力，喷射轰炸战机，我告诉你啊。那个对面射弓箭我也不用怕、啊，因为我是怎么直接可以站在上面，好不好？直接站在上面，直接飞过去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走，哦，对面开始想要挡哦，对面想要挡哦。我们还可以射弓箭，会，看能不能射到。这个一直在抖动，只能凭感觉。我们好像被射到，没关系，举盾，好吧？我们还可以举盾。看一下距离，还没，还不到，冷静，全州冷静，现在还不到机会，还没，哎呦，想挡，哎，你以为射得到我吗？还没有，快到了，来来来，炸个，右边也来，炸个，有没有办法？炸个。哎，掉一个，到底了，哦，痛，哎，有炸到吗？还是过头了？有两发炸过头，上面不晓得有没有炸成功。哎，可惜耶，轰炸机完全没问题，完全成功，除非有黑曜石啊，他们有黑曜石的话就会没办法炸，对，黑曜石是炸不掉的，但是整体表现来说，我觉得已经。很完美了，好不好？永动机，这个巧是妙意，巧是轰炸机，当轰炸子机，都告诉你们了。哇哇哇！被看到了，哎呦，又干掉一只，可是要上去还是太多了，而且我好像没换什么药水，对不对？哎，这边偷来 ，Hello， 哎，把它打下去了。快，走！欸、他们应该有上去的点，一定有，这里，一定有上去的点啊 ！A 一，呜、哦，放岩浆，八七，放什么岩浆？我没有带水，你放什么岩浆哦？八七，哇，会烧死！我真的没有带药水，靠岩浆，靠回血，啊，这一路。也太艰难了吧，上不去了。啊，没血了。哎，掉下来了。哦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炸多少哎，不然我等一下开旁观者去看一下。我想要看一下我做了多少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应该有。对，太慢下蛋了，对，最后盯太久了，应该早一点，再早个3秒钟左右。我们去看一下我们家，看一下哦，哎，感觉有哦，你看他们在补，他们刚刚补的这些都是我被我炸的，所以其实有炸到，然后他们核心附近，所以是我没炸好，他们没有用黑曜石挡，所以我其实刚刚是有办法把它整个炸掉的，对，只是我太慢扔了，如果集中早一点放的话，连炸其实可以的，是可以的。啊，好可惜哦，我太慢了。哎，我们重生点在这里。我旁观看这么久，我应该可以从上面吧？可以啦。我们可能要捞个水。你看，铁还有，钻石还有5颗，你要不要钻？给你钻。我们要想办法进攻了。我们先上去好了，先上去看一下我们家。你家防守应该很 OK， 好，
那我就冲喽。没有药水要冲，其实有点难啊。哎咻，哎咻。那我们这边如果用那个用飞翔药水会很不错。有人说再一次，那个迪迦也看到那个很多资源啊，没办法再一次了。那就是一台，其实它可以，它还可以搭人。哎，白的获胜了，我们赢了，六六六。哎呦，莫名其妙就赢了，没有莫名其妙，一定是我告诉你们为什么会赢。我刚刚那一发下去，已经把他们整个阵脚打乱了，所以他们呢变得每一个人都在这附近干嘛？补充家里的资源，所以我们的队友就有办法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趁机偷打。哎呀，当红炸子鸡！其实我那个他可以有乘客，就是跟我们要起吃宵夜，跟我在同样一个位置，对，甚至还可以扩大。而且你看我那个是美观造型，有没有？我马上再盖一个给大家看，拜托拜托，这个，这其实网络上都有教学啊，我也是看网络上的，看网络上努力的去学。学到就是已经闭着眼睛都会盖了，但其实这个不太推荐啦，休息了休息了，没有要再玩了，因为这个耗的资源比较大，但是它很帅，重点是这个帅，我告诉你们帅，帅呢就可以让对方吓到，让自己团队拥有足够的气势，是吧？这个最重要，这最重要了。气势什么的，哎，关键之所在，有没有？前面放一个金砖，帅，整个就是帅。那旁边，哎，这边盖三个，盖三个，这边后面有没有？哇，当红炸子鸡，那，这边少盖一个，哎，这样子盖，有没有？然后这两个要放。这两个我建议最后放，因为有时候你会像我刚刚有没有下面有垫一些东西，如果你先把这个放上去，它就会启动，就会有些怪怪的。所以通常这两个我都最后放啊，所以我刚刚就是忘了放这两个，害我就有点巴西了。对啊，建议就是这两个最后放，你就是把这边都打掉，该清的都清掉，不要让它有连任何一个方块，有没有？那你就可能用跳的跳上来，然后这样子，最后呢就是这里。这里放一个，那你要站前面一点，或者你站这上面，我记得都可以。对，然后这个再打掉，它就会出发了，好吧？这就出发了，所以这边可以站很多人啊，只是会有队友推挤，可能站两个人就 OK 了。各种，当红炸子鸡，当红炸子鸡，停住了。我不知道，忽然间停住了。对啊，你看，哐哐，帅，有没有？整个就是一个什么轰炸机的概念，对不对？整个就是一个飞机。那前面哇，金砖，帅。对方看到这个，你看刚刚红队看到这个，吓得稀里哗啦，屁滚尿流，然后完全不知道怎么办，然后我又狂炸了一番，他们怕。他们很怕又再来一个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告诉你，其实资源是可以再够做一个的，因为这个里面的这个活塞跟粘性活塞都够，这两个通常是最麻烦的嘛。但是里面的都够，对啊，会缺的就是缺红石跟史莱姆方块，但是这两个都可以用石头去换，所以其实都很 easy。对，重点就是 TNT 要多啦，TNT 要多，哦，帅。当红炸子鸡，你知道我看了很多的这个永动机的介绍，但是我都觉得他们不够好，为什么？不够帅，对，当红炸子鸡，哎，没了，当红炸子鸡帅，对，一定赢，下次又再玩这张地图，我这个轰炸机，巧是轰炸机，绝对再出发，帅，好啦，休息了，休息了。明天我们还要比赛，我晚上还要录影片，要准备，所以不会再来了，好吧？休息了，休息了。明天不知道几点比啊？我确定时间，
会在粉丝团再 po 文，好不好？然后晚上8点的 Minecraft Tuesday 会玩什么也不确定，因为如果我们要比赛的话，会比较晚上的话，可能就 Minecraft Tuesday 就是去比赛吧。对，反正比赛会开台啊，好吧，大家不用担心。好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谢谢啦。这个巧事当红榨汁机，大家都可以学了。这是网路的，不是我原创，好不好？这是网路的，大家都有教学，很帅，很好玩。感谢大家收看啦！喜欢这个没有没有，要直接休息了，好不好？大家晚安喽，再会啦，拜拜。